是他没有办法改中文，不过不重要，那其实这里其实是中文是英文好像不太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那它是抢劫游戏哦，它是一款就是抢劫游戏就对了。那这个是我之前已经玩过，不过没关系，不重要，这个不重要，我就直接开始给大家看就知道是怎样的游戏了。The year is 1969，今年是1969年，然后越南啊，我还没看完。Little does he know the future of the country is being decided on street corner downtown. Joy Green was an honest man until now. Sorry, Joy, I can't afford you to keep you on. Another victim of the employment crisis. Nixon blames the economy. Ah, even if I'm not. Joy takes work in the only sector that's still hiring. $80 a gram. Oh, don't mind though. America drug problem becomes Joy's financial solution. In 1971, Nixon declares war on drugs. 举手投降。哦哦哦，他被射了，被开枪射了。This time there is no one left to blame. Everyone saw the gun, right? Robbed by the state and left for dead. Only one thing is guaranteed. The bastards should have finished the job. 被打劫了，这不是警察吗？天哪，他还被踩耶。That is August 1st, 1971. Joy's wound has healed, but he awakes as a guest of the state. 他在监狱里面死了。Prison, the cops bang you up, but you survive. 啊，我没看完。好啦，那大概知道的部分，我就告诉你们一下。那你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个 NPC， 就是有人在那边走，对。然后它的光是这个，它这个光的范围就是代表说它看到的范围是这样子。然后蓝色代表说是安全的，然后如果是红色，对，它是在转红色的，转红色代表说它是在看得到我在做什么，对。所以我是要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要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是要在它看不到的情况下做的，对。然后我要选择角色。Left click to select your character， 那我就是左键点击我的角色。If your character selected， right click on objects to interact with them， 或者是选择要走的这位置，就是右键选择选跳走的位置。然后猜我就是要打这个，然后捡这个。Joe， they had metal detectors， so a plastic gun will have to do。I know, the shit bro. Just be cool and they'll buy it. 他们会买你的单。Meet me outside and we'll jack a getaway car. Jogery， 这个是他哥，他弟弟还哥哥吧。然后右键选择我们的角色就可以啊，对，可以打开我们的包局了。If you're gonna quit, right click on the guard and to lock in on them. Right click again to shoot. 代表说如果我们在右键室呢会射击我们的枪。You can select and issue orders to help up characters just as you know. 然后我就这样，hey， 不准动。然后我就这样子选择可以选择他就可以动了，对。然后叫他挤开，啊不行。这边有一个 snow mode， 那我就，哎，然后转方向，好，这样它就可以动了，然后再转一次方向，好，哎，这个要满啊，如果没有满的话会出事啊，这个有点太远了，所以我就走过一点点，打开门，要进来。
是 drop， 我收起来，打他。好，他晕了，我把他捡起来。啊，不是，放下来，然后捡钥匙，把门关起来，收起来。拿起来，大哥，啊，收起来。啊，到这边，我们就可以，我们就蹲在这里看他，看他耍，看他耍白痴。哎，走走走，哎，我看一下他白痴。这很久哦，你好慢哦。看一下什么东西可以做。Use your fist to break the window。哦 ，window 是这个，这个门我们没有法开。然后这个门我们也没法开。好，没有事情了。哎，我们去看一下他耍废，看他耍蠢。啊，好像还很久哦。啊，算了，我们直接走。好，打破了，我们就来找我们的老弟，说他们会在后面等我们哦。我们去看一下他。啊，画面怎么回事 ？Van his objectives find the brother steal the van， 所以我们objective 是什么？是我们的任务。那我们的任务是 find your brother， 找到你的哥哥或弟弟，不知道是谁。Steal the van 啊，偷那个车。Try not to steal a vehicle directly in front of its owner。哦，好，那我们要偷车的时候要小心一点，不要在他的主人面前偷他的车。好。我们可以走了，我们现在手上还是有那把枪，这个是滑鼠，好的，这边不能动，好，这边应该是可以，哦，可以直接打坏掉，我已经太久没玩了，我已经不会玩了，有钱，拿，老弟，老哥，随便拿，老弟好了啦，你是我老弟啦。看起来也像是老弟嘛，不像是老哥。我们就一起移动，然后打坏。这边是不能过的，有老鼠。老鼠不重要，捡个钱。啊，老鼠假赛。Point a gun at people to hold them up.Right click on your character and drag to free aim. Held up characters can be used as 什么东东。This guy has an orange front door key. Use it to drop, unlock the door and escape. 好，我们要送给他。好，走。好，打开。然后把门关起来。干什么？打他！哎，你好，打他！好，再走，拜拜！耶！直接把门揍晕，硬闯，有没有溜到？好啦，其实我觉得很累，应该是不要被发现的。啊，这个是老鼠，这个是老鼠。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老鼠，然后这边有个监视器，它其实是在跟你说，就是这个里面有很多教学，它跟你说这个 ，You can only see characters in your line of sight. Hidden characters will still show noise indicators. 那个所谓的那个音波就是像这样子，就是有个圈圈，然后这边有个监视器嘛，那你看这边 ，Anyone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monitor will see what the connected camera see.好，那我们把门关起来，让我们看得到，对不对？然后这边就是监视器，对，监视器的画面就是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得到老鼠在这里。那这个是监视器的作用，然后这个是笔记，You can use this for target practice. Guns and characters will have different accuracy. 好，每个角色都有不同的被动，还有他的枪。然后每把枪的那个准度啊、弹数量啊之类的，那些都是不同的。那我们现在都没有什么好枪可以用啊。Enter your vehicle to go to the map。这边是跟我们说，你要走进车子里面才能够到大地图。然后这边，来过来，这边这个是按钮。那我们如果右键，
我们的灯直接被关掉了。哎，不是，我是开灯了啊，弄错了。哦，原来是开灯啊，关掉。按到，现在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这边是可以买枪，那还有炸，没有，就可以买武器就对了。我们现在什么东西都不能买，然后我们的钱就只有150块，非常的穷，对，非常的穷。然后这边我们还可以把我们的玻璃打破，对，打破走出来，然后一点意义也没有。然后这边不能有一个红色的门，那我也不知道它那边是什么意义。然后这边还有个窗，两个窗是可以打破的，不过我想应该打破了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啊，这里有一个东西可以我们说。Like some systems, like lights are connected with circuit box. Breaking a circuit box cuts power to 看不到 connected device. 啊，对，就是它有些地方啊，它就是它只有这种东西，这个电箱，它会连接到很多那些电那个灯啊、摄影机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像这一根一样把它直接关掉的。那这种时候我们就只能够破坏，然后这样子破坏掉。啊，破坏掉就没灯了，很棒。这里没有东西，只有厕所。哎，可以坐哎。你看，我的手是会滑掉的。我用。哎，老弟，你看我哥哥我在如厕啊。弟弟。啊，弟弟，我用完还不是。还不冲水的啊，真棒！然后这个是可以看我们的人员，可是就很烂。看这个人椅只有血量会稍微高一点点，但是他的钱还是要几千块，我们就只有150，120连1000都没有。你看这个是副枪的，有些角色会附带枪啊、子弹之类的，但是有些是没有，就比如说这个是没有附带的，然后这个是有的。然后他们这个就是他们的那个能力值。那我们尽量要聘请的时候，就是找那种有加成的。好像我记得我们那两个原始角色是没有任何附加的啦，但是我记得而已，我不太确定。那这个是速度加成、血量加成，然后准度加成。对，我们要尽量找好一点。没办法，我们现在就只能够出发。那这个圈圈叉叉有圈圈红色圈圈的代表说我们可以解锁的地方，那目前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就只有两个。这个是什么 ？MD 的 cache， which is the loop the extra cache in the bathroom. Escape the gateway pickle。好，那我们只能够往这边。然后这个游戏最主要就是尽量不要杀人，对，不要杀人。除了一些特定状况以外，是绝对不要杀人会比较好。因为如果你杀人的话呢，他的钱会扣，这个我很确定。就是偷钱也不要乱杀人啊。那我们就进来，这有一个我们可以看到那个 call police， 代表说那人他们如果偷看到任何什么不妙的情况，他们会叫警察，所以要小心一点。对。然后我们要买东西。然后这边有一个门可以从后面走，那我从后面看，我从后面看一下，还是用这个好了。然后这里，有没有东西呢？有一个灰色的钥匙，那先把这个关起来。拿出我的枪，揍扁他！对，然后把他捡起来，关起来，关厕所，把他放下来，然后把门关起来，因为我们有钥匙，所以代表说，如果他一醒来，他就会在里面。然后钥匙。
些钱。这还有这有东西吗？看一下。没有。好的，那我们就直接走。好，拜拜。再见。花了210块。Unconscious 是什么意思啊？不知道。Accident 的，这个应该是意外死亡。然后这个是杀了多少人？这个是活着吧，或者是不明？我猜了，应该是活着的。好的，耶、yeah ，不错，以第一次来说。不错，这一讲对。好，下一场。现在我们是要来这边，这边也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抢那个前面的柜台，然后找到钥匙，可以去后面的钥匙。Gather intel for new job。我们要找能够解锁地图的文件，然后 find connection for new gear。哦，这边还有一个新的装备可以拿，那个装备也是一个文件呐、啊。好，我们先，只能从这里进去。Stop warning。好，这边是可以直接重置的。那我就待在这里，然后等老板过来。他应该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跑进来厕所。那我们就要在这边看一个光头，一个秃头佬在那边如厕。不知道那个钥匙在哪里，所以我只能在这边把老板放下来，然后暂时只能够用一个人。好，那你给我钥匙啊！有钥匙，有钥匙。回去是钥匙。只能赌一把，不要看到我们。看到没有？对。开这个门。关掉，这样没有意义。这边有一个文件，这个是一个枪。就是一个普通的手枪了，不过感觉没什么用，不重要。那我们把人丢在这里，然后把门锁上，然后走人。我丢。嘿，你们两个慢慢相亲相爱嘿。拜拜。我关。好的。
投完呢，应该投完了吧？我看一下哦。好，全部都是绿色的，可以，可以，可以，我们可以走人了。哎呀，这一次居然没有灰色钥匙啊！没关系，又没有橘色钥匙，很棒。投完了。还是不到1000块啊！天哪，加一场吧。我没有一个比较多钱拿的啊，有点忘记了哎。Minimart， 老板，老板，你有一个好像蛮酷炫的东西哦。那个待会给我一下嘛。这代表说我们要小心一点，这个要小心，不然会出事。Staff only。这个是新的关卡，我们要先赌一把，试试看一个方法。先大家离开一点点，可以可以可以，监视器关掉。东西也不太多啊。怎么断的？现在有回来了吗？我看一下哦，我不是刚刚断了一下，有连线吗？有，但是是不是画面没有在动？好像是耶，我的画面没有在动。啊，有在动，有在动。是不是该硬闯进去啊？我们再等一下好了，等老板再去一次，然后我们两个人一起直接冲进去，看看有没有效果。大哥，你，老板去厕所。那我们在厕所里面等你啊。给我进来。谢谢。我有个红色钥匙。这钥匙就丢下来，然后我拿着这个钥匙，不是钥匙吗？有人吗？快走快走快走！哎呦，灰色钥匙，灰色钥匙，看到了，在那边，灰色钥匙在这边。啊！收起来，然后拿这个。
哈，完美，丢掉。然后我们这样，他们就那你们在那边刚刚好了。枪，把枪就是我的了。好，来，哎呀，这个要端的啊，很多钱，然后没有空格了。这个是有新的工作可以用，某种意义上的工作。这个是啊，这个我们很需要。这个就是可以拿来钻洞的机器。好 ，Safe Cracker。好，从这里出去走吧。耶、yeah, ，我走了。Welcome to Rocks。这名字叫做 Rocks 哎、欸。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知道哎、欸，就是这个 Rocks 的那个意思是英文意思，有一个意思是。打抢的意思，所以它代表说它名字本身就叫我们打抢它。哇塞！就是我们可以稍微在这边刷一下钱吧。算简单，而且又钱又多。然后我们要这个 save crack， 然后 purchase 买一个。好，这样我们就有一个，而且我们还附赠了一把散弹枪。可是我们的子弹的话，我们先收起来吧，收这里好了。然后还有一个撬，哦，可以撬一些撬门的那个东西。不过我们没有用到了。好，我们的钱也太美了吧，2222，哇塞！好，我们回去抢刚刚那一关，因为那个人钱很多。这个，耶、yeah, ，我们回去抢他。啊，刚刚做的上门，我通通都忘记抢，糟糕。出来，哎，老板，你怎么垂头看呢？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事。嘿，想干嘛？同志们。
他们表示干我又被强奸抢了一次。耶、yeah! ！直接赚了5万多，我5000多不是5万多，我讲错了。5000多666。好的，看一下哦。I can always tell when people lie to me。我们需要好能力好一点的啦，如果能力要好的话，就是基本上都是几万这样在跑的。好，没有好东好好的，反正我们也没钱，我们就再继续跑。哎、欸，我记得到后面的话，我们的人员要够，我们才比较有办法去抢，所以我就只能够继续。耶、yeah, ，老板，我又来了。而且还不给偷，这边的小东西都不给偷了，太难过了。Stop only， 关掉，然后再回来。我踩在上面，没有人会怀疑我。没事，不要怀疑我，我什么事都没做，我这样呢？那指着那个门口，老板哦，快进来上厕所，我在等你啊。蹲点等人有没有？超优秀的。老板你好慢哦。哎，这个老板不想进来哎，说我要让他怀疑一下吗？也太硬派了吧！有他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气死了！嗨，大哥，没有事的，干嘛又来了？这次人有一点点多啊，所以稍微有一点点问题，不过没事，基本上来说是没问题的。拿出我们的保险箱，这个很快耶，那装的超快的耶，哇塞！而且这东西其实应该不用钱，不过拿一下啦，没关系啦，就安全起见嘛。搞不好他给我，他突然间来个尴尬的。What the guys？ 有一个，他们看有人醒来了，
有人醒来了，对，没关系，钥匙在我身上，所以他们也没有事情。结束，又刷了一个5000块，那我就先刷到这里好了。我看一下哦，有没有一个好一点的人啊？有，这边有一个好一点的，哦，好枪，就这个吧。Accept。好，我们有第三个人了。那钱的话，我会私底下去刷一下，然后到开台我们再继续往前推。那再是三个人。ドライブ。啊，对了，和之前一样，我应该只会玩一个小时。对，这边也只会玩一个小时而已，很不好意思，因为待会可能有一点事情要做，所以今天应该只会开一个小时啊。对不起，不小心踢到椅子了。那我们已经玩完这一个，我想想哦。Steal the cash in the back room, gather intel for a new job. 就这边也会开一个新地图。我先来这里看看，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就离开。反正这个是可以离开的啦。你看这边，reset， 我们直接按 reset 比较好。reset 然后离开这样子，安全。看一下车子这边 ，off limits， 看一下，好像也没有人。哦，他们速度是一样的耶，代表说他们的速度都是有一星的。好，看一下前台的话，好，我们可以拿一个钥匙，拿钥匙，拿下这边。客人几乎都走光了啦。好，我们先把门锁起来。哎，不对，他好像要离开。开。哎，你到底是要离开不离开呀，大大？你到底是要不要离开呀？注意一下这边有没有人，有没有人好了。那接下来这个 pinball service sheet， 这不知道干嘛。The pinball machine is serviced by the arcade on Rocky Dove Ridge. The arcade is a family-run business where we save or reinvest what we earn, and every week we run a cash prize giveaway for high scores. Oh, 这个是新的地区，可以新的任务可以玩。好，这个先过来，然后大哥，你是要走还是不走啊？我很怕会有新的人进来耶。啊，他应该没有要走，我们先关起来。来厕所。有一点难呢，这个。现在就只能够赌一把。门关起来。哎，掏出枪。哎，他逃跑出来了 ！What the fuck？ 哎，不是如厕啊，捡起来，捡起来，放过来一点点。哎，不是，是先把那个客人处理一下。大家可以走走去，我觉得有点烦。好，客人丢下枪，收起来。
丢下，出去，关门锁。好的，这边为止都还没有问题，然后这个解锁。我们这应该是要躲那个摄影机。没事，没有事情，你什么都没看到吧？天哪，吓死我了！那怎么反很好？看一下哦，他有没有死角啊？我的妈呀！有哎，在这里，这个是死角。他带我走过去，就直接走到这边。快点！大家都在看我堕胎前。好，这边有橘色的钥匙。拿一下。快走。好，没事。那这边应该没东西吧？看一下。好，这里没东西。好，打开。把它关掉。快点过去啊！快过去了，两个人过来。如果我有那个 lock pick 的话，我是可以直接撬开。不对，撬不开。我们有一把红色钥匙了，拿，以防万一还是拿着比较好。这个人负责拿钱，开门，然后，Hands up。想做什么？打他，然后把他拿起来。这有东西吗？有一点点东西可以。然后这边应该没东西吧？我们看了一下，确定一下好了。哦，没有。这样。然后剩下最有钱的，看一下，我看一下 ESC 好了。ESC。哦，原来这个没有算了，没关系，还是拿一下好了。150块，没有余价也好嘛，对不对？来，这个人我丢下。我总不可能扛着他出去外面吧，太可怕了。好丢，然后关起来。虽然我觉得不用关了，这可以走了。好。那两个人怎么没反应？不见了。所以这个我们推出来了，哇塞！得到3755，啊，这比上一关还要少啊！上一关就是你有那个砖头之后，你就可以一直爽爽的5000、5000、5000、5000这样拿。然后这个其实也是算蛮比较麻烦一点，但是钱也比较少。哎，来，子弹丢掉，反正我不需要子弹。应该吧，我还是拿着好了。哎，他有 silence， 那代表说他有消音器啊！哇，这个还不错哦，有消音器的枪啊！哇塞，好，然后
出发，我想想哦，刚刚我们是抢这一个，然后这有一个 arcade 应该很难，所以我们来这里看看好了。这也会解锁一个新地图，然后我们要破坏那个保险柜，然后找钥匙。稍微先看清楚一下，这边有一条路，但是我们没有钥匙可以去。这边可以破窗而入，但是稍微有一点点危险。我们先潜入进去看好了，这边是有钻石那些可以。偷偷跑进去破坏，然后马上出来，有没有？高超技巧，超神，我超神。反正破坏完了，那他要怎么办呢？保险柜在这里，对，文件。好，这边也是新地图的，看来我是要想办法走过去那边。但是这家伙现在这里，我现在不方便过去。而且好多人在这里啊，我的妈呀！对，他们在结账啊，为什么结账是朝着这个方向啊？我的天哪！你的结账方式有点特别啊，有点特别啊！天哪，看一下啊 ，Guard carry key， 所以钥匙在他们身上。哎，客人还有哦，啊，我是不是该硬闯进去啊？等他离开好了。我没有办法扛了。哎，不对，那边有个红色钥匙。拿下来。出这个，
是啦，白痴哦。把它拿起来，太旁边了，我怕它会被钻死。把它拿出来。放下，拿起来，离开，丢，丢，好了，处理完，处理完，处理完。好，这个橘色钥匙是没有什么用了，不过就放在那边吧。看一下哦，这个按一下好了，就是意思意思一下。看这边有没有东西，好没有。所以我们剩前台的东西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有灰色钥匙的，紫色钥匙是在那个护那个、保安身上。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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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红不要红。没有事情，什么事也没有，什么事也没有。哎，大哥，没事啊，没事啊。那没有任何事情吧？这里有个保安，把他急昏，看看能不能拿到黑色钥匙。时候才可以。现在的话有一点点小危险，因为另外一个保安太接近我们。好，哦，有回事要死。加油，回事要死。我们就去把门锁一下。我锁。我在锁啊，不用，客人不用来了，客人不用来了。你干什么？你怎么没晕？我很尴尬，你怎么没晕？好了好了好了。我看看哈，这个要灰色钥匙。灰色钥匙的话，那他也要过来，过来吧。枪放下，枪放下。你们就在里面咳咳吧，在里面刚刚好。嗯，我想你们应该会很感谢我的。患难见真情啦，有没有？有没有？患难见真情，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打偷，那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偷了。然后至于为什么我刚刚不要打破玻璃走进来，是因为我记得啦，那边打破玻璃的话，那个客人会从那边走进来。我记得是这样啊，所以我才不想打破那边的玻璃。吓一跳！
先起。好，再来是剩下这两个地方的了。这些地方呢，就稍微有一点点尴尬，因为那边会被外面看到。这我动作要很快。好，打完了，耶！哦，他们进来了。然后把那个钱没有拿。好，已经完成了，我们可以走了。拜拜，拜拜，走人，九千，不错，而且我们没杀人，哇，这么快就九点了，我的游戏闪退了 ，what， 闪退了，傻眼。我没有存档，它会自动存档吗？我看看哦。Continue。好像有哎，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不到一万块，然后现在变10000块了，去直接走进去去确认是最快的。我看一下有没有吃到，哎呀呀呀！好，出花有解锁，这银行哎，天哪！哦，记得这个地方很危险。哇，剩下的地方都很尴尬，都稍微有一点尴尬。那我们走这里看看好了。怎么办呢？去银行吗？我记得银行好像4个人，然后这个稍微有点点尴尬，这个我们需要一把枪才代表安全。这个的话我就不太记得了，我记得这个好像是不能够锁前门的一关。我们试试看这个好了，反正我们的时间也只够玩，我们再玩一关而已。先确定一下四周环境，那里是有一扇红色的门，这边无法进入，这边有一扇窗，有一扇窗，两扇门窗，这边可以偷偷从后面进去，但是好像有一点点不太适合闯破门而入，应该要从前面闯入。看一下。这边有一个钥匙，然后这边可以走。买上面这个，然后我确认一下有没有办法等到那个客人的数量很少。两个要走，快走，滑雪，要看我啦。干嘛出去？其实这个状态已经很适合我们把门锁起来，然后，囚禁之类的。关键是钥匙在他身上，所以没问题，拿不到，算了。好的，我们应该要关这个门，所以先看一下前面有没有这个情况。好的，这边有一
Okay, good.关那边，那我代表说我们要关，我们要拖人，把人拖着跑。 枪啊！天哪！然后到现在都还没有红色钥匙，我的 在你拿了啦，换个人拿了不？这里没有办法过去，只能冲刺。啊，有红色钥匙在这里。 关上，然后我们的人就清完了。把门打开。好，现在就是在这里了。他们。
每个人就只能拿一个而已，对不对？很棒。好，结束了，我们已经把人关好关满了。走喽，一万多，12,762，不多不少，很棒。Find the key to the bedroom. Steal the arcade owner's life savings. See if there's anything interesting in the owner's apartment. 可以。完成了。那么20,000多块，不然有没有人可以？可以。好像都稍微不是很好，好吧，好吧，没有好用的，那就算了。好的，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啦。如果你喜欢我的直播的话，记得上面点上红色的追随。如果你要看我影片的话呢，记得到 YouTube 去搜寻我的频道叫镜子 Q， 跟这名字是一样的哦。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